新赛季更新，没想到手册里竟然有这么多改模枪皮。今天我上游戏一看，我去了个大本漏的，我的段位怎么从战神一下子干到了钻石五？我这一杆火上来，嗓子给我干哑了。但是还好使命手册更新了，小西呢也是背着俺媳妇儿先开一个38的，给你们看看里面都有啥。首先是个紫色的人物左一，这脸画的跟大脸猫似的，然后是一把紫色品质的改模枪皮 G37 雨林巨蟒。这把枪的外观做的也是很凶，枪上盘了一条蟒蛇。十级的时候有一把紫色品质的 FR556， 这把枪的外观整体做的低了算挂，好像一扇大铁门，我想策划应该是以神秘宝箱风格来做的。往后滑是一个男角色大卫，头戴墨镜，胸别 BB 机，看上去很牛波的样子。二十级有一把 C79 改模枪，外观主体是以一只母鸡来设计的，枪口是尖尖的鸡嘴，还有鸡翅，还有鸡爪来构成的，一个字，绝。29级有一个女角色铁腕，这不就是独眼吗？39级是一把G.50，枪身外形很普通，我咋瞅咋像 Q33 呢？只不过是枪管枪托都带点绿，这是向往的啥呢？49级有一个男角色西姆斯神枪手，这面相看上去不一般呢，这是刚烧完锅炉回来呀。最后就是新机枪 MG42 失落神庙，这把枪的外观是以老树根设计的，我就搞不懂为啥这把枪上面也带点绿。总体来说，本期手册还不错，没有实力开通的记得每天中午来和我切磋。